现在拆下来的内胎，然后整个内胎不知道是就是沙尘还是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先打气看看。轮胎压迫了，这边整个压迫了，哇！对，我们现在看到轮胎内侧，基本上有一侧的内胎，外胎内侧就整个是崩坏的，这边就看起来就更多了，哎呀，